你以为要帮我脸，帮粉丝冲凉，同埋洗屋嘅咩？等一下，我现在是蹲着啊，整天帮粉丝冲凉？你终于要脱了吗？是，来我家就是要脱裤子脱。哇，爽吗，舒服吗？老板。Hello， 大家好，我是Bernard，我今天很开心啊。你好，我是俊，你怎么这么鬼哦？这么鬼，现在开始。第一个，来，大家掌声鼓励一下，来，拜托。 是要拍bonus是吗？我们要学Jeff，你现在送车，是不是真的 Jeff？ 你们那个、真的啦，当然是。你给头旗吧，好吗？我们自己攻啦，不用紧。头旗吧呀。啊，现在其实是可以 zero payment down payment。Anyway， 要讲的，因为之前我们不拍那个 Watch 帮你的岳母啊，未来岳母衣服吗？是吧？衣服吗？啊，衣服吗？然后很爆哎，那个 video， 然后client非常喜欢。 不是我讲啦，这是 client 啦 ，Malaysia head 啦 ，OK， 多谢你啊！之前我哋拍嗰个片，个反应唔错诶。你哋唯一帮我哋讲过要帮粉丝冲凉同埋洗屋嘅咩？你有冇谂过啊？我哋下一条片可以做咧？我哋几时可以拍咧？喂，等一下，等一下，我现在蹲着啊！我在想，怎样帮粉丝冲凉？真的可以吗？妹妹，你觉得？ 你愿意给我们两个冲凉吗？我的不愿意。没有，因为他是女生关系嘛，对不对？换另外一个角度，俊杰呢？男生角度。我帮你冲两个。俊杰，不能啊。导演，你 OK 吗？我帮你冲两个吗？来啦。Challenge accepted。因为我们要帮粉丝洗澡，帮他家打扫过年嘛，对不对？对。所以现在我们要用 IG 的方式去问哦，我们花一个时间去播出去。我们这个真的是做娱乐效果的一个节目了，所以不要听到别人讲帮你洗澡，你真的走去点。真的。 你怕什么？我不知道怕什么。你怕什么？你不帮人家洗过澡啊？你帮谁洗过澡？帮狗啊？洗澡了没？怎么帮给出去洗澡哦？情趣吗？不会的呗。不会这种东西。By the way，我们是等一下就会去还是怎样？是啊，等一下就去好吧。OK， 搞定。好，你。对了，我只是怕现在的人还没有睡醒，因为现在是早上的11点。今天是星期天，所以我们现在等这个去发酵一下。好，叫我们去吃 brunch。 第一个七项是吊浪排舞，为什么需要你们？因为从来没有看过和尝试跟明星，要他们来我家打。不是明星，我们 YouTuber 是。因为我们疫情严重，不敢找终点哥哥，但是敢找你们。敢找你们？哦，你们用 watch 我。哇！三弟爱你。真的蛮多人要被我们洗的嘞，出乎预料。下去，这芙蓉的就算了啦。独立式哦，新加坡，算了。 住在巴生班大不给顶级的双层，朋友爸爸脚刚做手术，家里少了一个帮忙，需要你们的帮忙。哦哟，哇！我印象比较深刻是 client 那个啦，用爸爸的脚做手术那个。我觉得可以问啦。是。call 啊 ，call。Angeline Yan。哎 喂，Angeline。Hello。你好，你在哪里哦？我去喝茶。在吃东西。哦，跟谁？跟谁？在跟男朋友一起吃东西。哦，哎，刚才我们看到你的留言。 然后哦，我们就想着，如果我们去找你，你方便吗？现在啊？你现在拍拖到几点？<笑>这个我要问一下他们呢。OK， 你现在call爸爸啦，等下给我们懂。反正已经没有关系啦，因为今天家里有点不方便，所以没有关系啦。It's OK， 没关系的，谢谢你，谢谢你的支持哦。 记得叫你的朋友啊，like 我们，subscribe 我们，因为我们会送 iPhone Pro Max 送了，我不懂送了还是没有送，还是不要download了，我不想送。快点订阅，因为 iPhone 已经买了，呵呵。来下一个了，来，那你不能送了，不能收下来呀。你以为真的这样少1000刀会收咩？喂，怎么有一个人讲住靠近本的家的，他懂你家在哪里哦？ 不大不小，刚刚好，还要讲到哇，给你们打扫又有握手哇，忠实粉丝啊，这个很明显是。哎，他懂在你家附近，为什么？你认识他？哎，我当红很难的，因为拍得好，马屁拍得好，真的有 tagline。天兄，喂，哎，打电话。哎，你确定你住本的家附近吗？确定，恐怖，恐怖。 你的家是你自己一个人住吗？还是谁住在你家？我全家都在我。哦，多少个人？一二十五个。五个 ，OK， 好。所以如果等一下我们直接去你家帮你打扫，你 OK 吗？哇，我要问一下老婆先。好。
你跟他讲家是我的，你屌。表表表这样讲，你快点快点去问老婆，快点去问老婆。这个 OK。Steady， 他 Steady， 我听了，然后他又好玩，我觉得他很好玩，因为他玩到不像那个 Angelina 哦。那如果我们真的去这样做，会做很久吗？我觉得收一间家真的不少时间。没有，你看啊，那种钟点工人是去帮人家洗的话是2个小时吧？就我们两个小时洗到什么，我洗到什么喽？什么喂 ？OK， 来回来了，回来了。Hello， 怎么样？怎么样？你的决定是怎样？我们可以过去吗 ？Hello， 嗨，老婆。哇，后面坐，后面那个张开放了。你说你一家五口有谁？一个 baby。哦、oh, ，baby 几岁哦？1岁半。哇！哎，所以我们今天过去，你 OK 吗？厕所很肮脏，等着人家洗。Ben 很厉害，洗厕所的。你看那一集啊，真懂。哎，所以我们等一下过来啊，你 send address 过来。See you later， bye。See you。Address 没？他问你没有 address 没？啊？你 send 了？send 过来，send 过来。OK。等下见，拜拜。也是要 block number 的吗，大佬？只有你男朋友也要了吗？你做我一单嘞。Yes， confirm 了。所以现在我们要去买 watch the product， 然后一起带过去。Okay. 而且 household 的我们要特别选。我看到他家了，他 size 跟我那间差不多一样。你的家这客厅应该蛮可爱。请说到就要做到。说讲哦，一定有人讲 OK 的。你看，现在来到这里了，真的、哦，出乎意料之外，但蛮容易一下这个。对，没有得回头的啦。所以我们要做就做好它，做到底。不用担心了，因为我们这次以我们的开业，我们谢谢。哇，你最值得信赖的消毒专家，杀菌99.999%，而且呢，价格非常的 friendly， 进口的高科技啊，才做。我突然间发现一个东西，这天窗是可以开掉的，是吗？是啊，可以啊。这样不是亮很多，干爹会看到的哟。哦，好像哦 ，OK。他妈的！看第二导演。刚才去买的时候，我发现他们有一个新的 contest， OK， 又要送奖了。叫什么 contest？ 这个 contest 就叫做 Wash Spring Cleaning Contest。哦。对，趁着新年之前，大家好好的清理你的家。所以这个 campaign 呢，它是送出什么东西了？送出 iPhone 12 Pro Max 10台， wow. 10台，对，是十大奖，导演都懂。这个东西是 on ground 的比赛，对不对？你只要到各大超市去买就可以，买超过25令吉就有机会角逐了。没错，想获得更多详细的话，去到 Facebook 寻找这个 Watch MY 就可以找到他们更多的资讯。你知道为什么我刚才讲是两个小时一定搞定，对吗？怎么？因为我们有今天的小帮手嘛，这个真的是大家万众期待。来，有请 Yannis。不一样了哎，他没聊。小心讲话。没聊，真的没聊，真的没聊。那重点是你今天要来打扫哎。他在家里面，你哪一个部分是你会清理的？你会 handle 到？所以我们就那个部分，我们今天就交给你去做。没有哎。所以你在家里是没有做家务的。哇哇，找错人了！没有哦，以后是要讲选男朋友，是选老公是要问一下他啊。姐妹们找我就可以了，懂吗 ？Come on， 我们现在马上要行动了 ，Let's go。是，我们现在去联络那个尊相啊，奸奸相，是家雄。Hello， 你好，我们来拆箱，拆一个你的家，这是我的家，真可爱。哈哈哈哈哈！等下，我怕会一直叫错你名字，你是家雄，家雄，家雄，华语叫什么？家雄，家雄。哇，你的家真可爱！yes， 我闯进了家雄的家了。你是从几时开始看名片？小时候，我从小时候，家里不是很。来了，讲实话了，哪一支影片开始？50。哇、哦，很早哎、欸，那个是第一个，很早哎、欸，你是老粉哎、欸，老了啊，差不多，英英要变走，把我变老。By the way， 今天呢，我们一定会好好的把你全家打扫得干干净净，不用担心，因为呢，最重要的不是我们两个洗而已，今天我们有 Yannis 一号出现了。哦，是，认得，我就一直想这个很熟。对，今天洗的只有他一个人在洗。是。厕所一定要你洗了，你最厉害。果然是老粉。你说你家很乱，其实我看过去一点都不乱。我们要导览一下家先，是不是？好吧，我们要开箱。你的家真的爱真人版，真的哦，粉丝版。这里客厅喽，很哦 ，Hello， 很阔哎，眼看去，哇。哇，很阔哎！你这家其实住不久，说很少东西喽。住多久？才刚搬进没多久啊，一年多。平时家务谁做？平时啊，都有，全部人都有做。你负责多少？都有。
来，老婆，老婆，老婆，你讲真话，我们今天是可以给你站出来讲真话。来，老婆，来讲一下。没戴口罩，叫你戴口罩，我们等你啊。我们等你。OK。还要戴口罩没？我已经不是导演。妈妈也是老粉。这样他负责做什么东西啊？在家里面，他最拿手的，你觉得他最拿手的？跟你一样。洗厕所。洗厕所。因为我不喜欢洗厕所。哦。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要导览你的家，继续我们看一下怎么帮你打扫干净。来，我们往房间走。房间好，我先去主人房。啊，主人房 OK。好，来。哇，我是这个你的家真可爱，真人版很好玩，真的。哦 ，baby 睡那里而已。是啊。哦，像你家我们要打扫真的很容易吧？我真的是。一看这里的时候，你就知道家兄是一个很爱老婆的人。嗯。因为结婚照呢，都是看老婆为主。而且我跟你讲，我发现一个他们更 lovely 的，为什么？你看这里，这两个东西就是他在 IG 的那个 IG 的那个照片。是。IG 照片了、哦，给你发现了，这个最少都有十年了吧？哇，十年啊，多年了你们了，十年。这个剪快一点，老婆看到会生气。我们重来一次。多年了你们了，14年。哇，哇，好男人，纯纯，好老公。来，我最担心的是吧？厕所，厕所哦 ，Come on，OK 来。哇，真的是！其实我本来要洗的，没有，就是要给我洗。刚好，哎，有一点肮脏，一点点。OK， 还好了，还好了，交给我可以。好 ，OK， 好。你要这间还是这间？这间应该是不用进了，这间跟你的家之前差不多一样。这样我就要看了。这个我怕你进去，你走一步走不出来。走不出来，有这样夸张吗？总讲一点刺激这样哦。OK， 我们先看这个，是那个刘红颜。OK， 所以这一间是？这一间是啊，对。老婆妈妈，我们可以进吗？可以啊 ，OK， 妈妈讲好了。谢谢 ，Thank you。其实就没有这样 Q 的，就这样罢了咯。我妈妈都很 Q 哎，就这样子罢了咯。感受一下这个，这个应该是厕所来的吧？不是吗？不是，不是我家的。你说你要开吗？他讲比我家的那个 wardrobe 更厉害。OK， 我跟班内一起进去看。OK， 不要进来先啦。啊，我帮你开一下。有这样夸张吗？没有，真的真的。有那三个，你试驾进去看，你自己进去，你进去，我们放你进去，进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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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OK。喂，我呢？塞到我，逼到我，人类是辛苦吗？还好哎，还可以躺哎，还可以躺，好，还可以躺啊？那可能。那我们看一下，你可以开灯，右边那边。哦，这个就哦。来 ，Anis 介绍一下这间房间。听说你现在去了 Property Agent 啊 ，Property Agent 是吗？来来，是啊，介绍来，三二一 ，Go。最后一个啊，你看不错，这个环境有窗通风啊，装一个单人床，装个 Aircon 没问题啊。重点是这些东西要拿去哪？是喽。就变客厅。你有2020年的要断舍离。哦。满意吗？啊。垃圾多不用紧，有我帮你去洗。啊。干爹还满意吗？干爹爱你。现在情况我们要怎样子去分配我们的工作？我一定是做厕所有的。啊？人我们的粉丝要求我来做他的厕所，我怎么可能让他孤啊？让他失望啊！要满足他，对不对？对啊，两间厕所交给我。这样啊，这样我做客厅哦。这样严律师负责厨房啊，装修那间那个房间。那个确定要断舍离吗？真的是重点是。他可以扣车了哦。来搬货。你好，我们只是清理，我们是清理了，还有收拾干净，就是把它弄整齐。他到我喜欢是挑战中那边去挑战，很好，困难中挑战，真的好。好，这样就洗的部分交给你们两位，是收拾交给你，可以 ，OK。新的啦，新的，特地等你来，还要去 IKEA 买回来。勇敢的你是。你要记得你粉丝的名字，他叫做家兄，永远记得，永远在心里。OK， 好 ，OK， 我们现在开工了先。咦，你用什么？洗地的我也是用这个。洗地你用这个。之前我们不是洗啊装精液的地的吗？对不对？这个也是要用。我们先洗厕所。其实一样啊，你的就当做是我的啦，就当做是你的啦，跟你的没有什么分别。有什么要求吗？对他你？没有，就让他自由发挥。OK， 看一看啊。哎呀，这种用错咯，这种杀菌不到99.999%的，一定要用我们的吗？还跟他换一换，一定用，但是用最好的吗？哎，那个冲凉的哦。我们帮他换吗？哦，傻老婆，他已经又在洗厕所，洗什么在？有觉得阿 Jim 是不是想象中的伦吗？有。徐玲来的，哎，我们可以
我徐令啊，来这个。我们要开来看是不是徐令吗？哦。哇。呼吸不到是吧？你的眼睛。好，这样。很热。可以。很够了。OK。所以这里你真的是想要把它清理掉它。他们讲这些东西，他们都是还需要用的，不能丢。就归类咯，就是全部拿完了出来，就擦干净、扫干净了过后呢，就把不常用、比较大箱的再推回进去，比较常用的在外面。OK。这样他们就不会像刚刚这样，东西都是丢丢丢，一直往上丢罢了。我现在如果我是你老公，我讲说你过夜啊，点解 OK 冇做嘢？你都人哋 OK 死忙做嘢。我每次在外面就做一些在家不会做的东西。哦，所以你在家不会 vacuum 的啦？我有的，久久一次咯。Catherine 是辛苦你了。不是 ，Catherine 看到我做这种，她一定觉得很欣慰。我老公。我老公。不是，我的男。哦。你们有一个任务啊？你们有个任务是吗？什么任务？我帮他洗澡。喜欢这个先弄得开心一点先，我可以帮你洗澡，我跟他 gym 在里面这里帮他洗澡就好笑。我是觉得他不懂这东西的，他也没有想，他以为我们讲笑，我觉得，因为我到现在来到现在，我们都没跟他讲说，等下我们要帮你洗澡先。是我喜欢这个东西先，我才来这里这些东西啊。来，等等，啊，我脱裤子先。大家不要脱的啊你。你终于要脱了吗？是，做到脱了，我都脱了。你这样来我家就是要脱裤子脱，你这样来我家就是要脱裤子脱，就是这个体色了，跟你讲。你看，你看，你看，你看这里啊，来这里摆姿势。有哦。你看。哎，真的哦。喂，真的没有了哦！不是开玩笑嘞，欸、真的我，我是吓到那个。是我，那个我要洗很久啊。哦，是啊，是。哦，那个洗不到。嚯嚯 ！Watch， 可以吗？你觉得你这样子看？可以，尤其是那边玻璃本来还有印的吗？那水印是吗？那水印是，嗯、而且那个胶纸印我们。擦就擦脱了，我是看到是、哦、他用的是什么这样厉害？那个青色那个 wash 那一个 multi purpose use 那一只 ，good good。怎么你很蠢呀？没有了，哪里有蠢？不要。所以他是平时是没有做工那个人。对，不想本的。对，他对本的赞赏有加。我在平时在家躺着，叫 Catherine 做。那就躺着。你看，唱歌最喜欢。好了啦，你快就趁机休息。真的，他一直在讲话，多过在做工啊，真的是。哎呦。啊，好，我要开始骂了。啊。骂地应该是最后才骂的吧？会不会呢？其实。不然你骂那个电视机下面那个厨啊，那边很多。你骂厨子也不错，行啊。其实一般打扫啊，吸尘是最后的。哦，吸尘是最后啊！吸尘是最后，因为你要先抹干净，你最后才来做吸尘，再做抹地的。一般上的钟点工人都是这样子来打扫的。这个是没有做过工的钟点工人。你对，你看，来打扫家，变成把人家家弄成这个样子。导演，你确定？导演，你确定我们两个小时做得完吗？原本是可以的，然后现在到眼底甩过，我发现有点难了，因为他上瘾了。因为他上瘾了，他抹外面的镜子，现在他真的爬出去吗？请问，眼底不要爬出去哦。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我爬出去，小心哦！哇，他很尽责嘞，真的。好了，就以后留在这里，我们打啊，真的留在这里好。留在这里，等下去吃个饭回来再来接他。OK， 搞定第一个厕所 ，Let's go to the next one。啊，他是真的，他家里平时都是他在打扫的。哦。啊。嗯、很好。是啊，不是我老婆这样好看咩？我老婆。男人。好男人。我再把它拿完出来，你一层一层来收了，你要不要？你上面的收好过。哦，给他发现了。哇哦！哦，什么来着？你们的婚纱照？哇哦！这个是不是你们来的哦？是你们来的吗？石拉的名字写着了，好不好？怎么你样子一直变的？男大十八变。你看，来加买一个下去。看到吗？真的不一样嘞。对，所以妈咪以前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有没有反对过？他们都不让我知道。
在比邻这么多人的肥了，我不懂了。那几条水是来讲话还是来做工的？钟伟在外面讲话呢。去骂他们。没有。对了，还是有安迪。搞定了，你还在讲话？哎，你看金梅，我做了这么久，做好这个厨哦。你做这么久只做一个厨啊？这个跟这个咯。嗯哼，不错吧？嗯，你姓陈，你姓什么？主任方？没有啊，是主任方也是我姓的，原来。好了，好好好好好。做有玻璃的里面、oh, 不是玻璃，不是那个秤来哦、oh, 破了，真的破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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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你们要小心，不要紧不要紧。 Oh no, it's okay, it's okay, 可是我们需要那个秤，我去拿纸袋来。玻璃和玻璃秤来的。 Oh shit, 我没有看到 sorry。 再加等一下会割到吗？慢慢小心，你的手 OK 可以吗？等一下细秤底下细多一轮了，因为玻璃粉我们看不到，有时候是本来姐妹这里哦、oh, ，OK， 现在五点半，两个小时哦，因为真的是人多好办事。当然，我们在最后一个部分的，我们还要去问一下屋主，屋主，我们问一下屋主一下。家雄呢？家雄，家雄，我们现在暂时做完了的，只是呢有一个部分呢，就是想要问一下你的批准的。你是看到这个 message OK 了吗？这边？哦，我知道你要做么了。我们帮你洗澡。还差一个东西，你现在才懂。我们要帮你洗澡，是哦，而且我也问过啊、老婆，老婆讲 OK 啊，所以今天呢，我们两个帮你洗，是 OK 吗？真的 OK 吗？没有没有，你确定 OK 吗 ？OK， 可以讲不 OK 吗？可以，来 ，Let's go，OK，、okay, 所以这时候就 Yannis 可以休息一下先了，因为这部分他不方便去啊，我们要开始帮他洗澡了。安迪来看，安迪安迪讲好久没有帮孩子，安迪要进来吗？一起，可以啊。这样可以吗？你这么，OK 吗？对吗 ？OK， 来你没有事了，这样。哦，哇 ，OK， 哇 ，OK， 可以了，我的。那你可以哦，全身吗？这里没事的。哪里？啊，不会洗哦。有啦，近一点还是会喷哦，看到吗？你远远的话会喷的吗？你快近一点。对。没有帮孩子洗澡，真的。哇，你就幸福啦！我女朋友都没有机会给我这样啊，要再大力吗？哎，这样 OK， 这样 OK， 这样 OK 啊，这样 OK。讲话斯文点，还有力度需要再加强的吗？哦呦，导演有经验哦。来你了，那我洗前面了，来给我。OK， 来。哦，很多泡哎，你身体 good。我真的香吗？你有觉得很香吗？真的香，它真的香，这个。好香脸，白净的。是什么味道？哇！没有，我觉得你后面可以帮他按摩后面，你用。可是你的皮太哇哇！好，我这时候这样子就不用麻醉了 ，OK。嗯，这个位置爽，跟你讲。哇，这个不错。啊，这个位置爽。哈哈哈哈哈！你这两个去，然后你看上面，哦哦，大力点，大力点。可以吗，老板？爽吗？舒服吗？老板，哇！哎，讲了给人家洗，帮人家帮你洗澡的感觉是怎样？觉得奇怪，四只手在我身上动来动去，二十只手指哎，是哦，可是水有点少啊，哦是，你可以开六百多哦，水大一点啊，水大一点啊，哦，你这样怕少的哦，啊，关你屁事啊，你会不会服务人呢你？头发上面有。有什么景象？景象哦，这里这里这里，你看老婆都看到了，这里放，啊，手放这啊，这样包着你啊，哦，叫带去见皇上，带去见皇上，好，这样我们交给你们先，我们来，谢谢，那不能放，不能放。
公关记得看了没？公关记得看了那边公关没？不然真的出去了，我跟你说。是不是认不出来是谁了嘞？真的真的，在闯梁之后，哇，容光焕发，又香哦，变白痴了。哎，今天真的要谢谢你，这么勇敢是回答了是，然后是给我们真的是整大班人来帮你洗这整屋子啦。有没有后悔讲真？没有啊，这么后悔 ，OK 吗 ？OK。得力，而且最重要的是我有点吓到的是，因为在后面那个阶段的时候是。他讲 OK 啊，帮我们冲凉喽，真的啦，没有关系的嘛。我也是有吓到的。是，哎，谢谢你了。哎，当然我们有礼物要送给你了。干爹 ，Watch， 要把这一份哇，很重这个，来，全部给到你，让你在新年期间，他可以好好保护你的家人，好不好？里面真的什么都有哦，消毒水一大支，这个是给你冲凉的。帮我买冲，刚刚才帮我冲凉的。冲凉的，然后还有这一个，这个好用。有什么想说的吗？这时候没有想到你们这样认真的在做，因为他我在动态班的时候，他走进来说：“哎，其实不用了，我其实可以不用了，随便做就可以了啦。”讲没有，我们是真正做的。而且我发现我们来的时候他已经收了一些就是 store room 的东西，但是我们 Yannis 发现了，立刻把它拆完出来。很像今天这样，我们是无上 K 一家人，就是过来做帮你做大扫除。像你自己对大扫除有没有一个概念？因为新年快到了，新年才做咯，所以今年会不会？今年会不会有这样？不会了。因为我们做了，你们做了，可是老家呢？因为老家在比那个，回去才看哦，看情况哦。如果没有，就再叫你们去。我们惨剧比那帮啊，就再惨剧。哇，安迪几开心，你看。哇，我们谢谢，感谢我们任务，谢谢嘉雄了 ，Thank you。今天最挑战的部分是哪里？是，哇。我在家，因为总在家是没有打扫的，所以看得出，看得出，我在做 store 的时候，哇，不能啊！在想到，哎，原来平时我的家人打扫是很累很辛苦，你看我的汗还流到现在。是，帮你做人就是真的很爱你，是，所以鼓励了在家里的朋友们，你看你爸爸妈妈每次帮你做的时候，不要一直觉得是他应该做的，对，也不要觉得他烦着你睡觉，你要感恩，要知足。是，老实的说。他们也没有几年可以帮你去清洁，所以真的是需要 在他们剩余的时间，多陪陪他们做一些平时他们做的东西，是或者是帮他做买你的房间的部分也不错嘛，对不对？可是今天跟我们出来玩，这样不错，第一次哦，做吧 ，still OK。OK， 所以我们再一次还是要感谢我们的干爹，是的，我们要谢谢 Watcher 最值得信赖的消毒专家，那他是德国科技引进来马来西亚的，价钱非常 friendly， 而这个消杀菌99.99%，也记得只要呢你在各大的超市去购买这个 Watch 产品超过25令吉以上的话，就可以透过这一个游戏叫做 Watch Spring Cleaning Contest 赢取 iPhone 12 Pro Max， 他们会送出10台。OK， 马上行动了，快点去买吧，因为 Watch 可以照顾你的全家。Find out more information 去他们的 Facebook 就是 Watch Mine。OK， 我们谢谢 Yannis， 谢谢 Watch。下个星期我们再见了，拜拜。Thank you, 拜拜。拜拜。我们有 giveaway 了。是的，如果在今年呢，是2月31号之前呢，我们的 YouTube channel 就是无上 King channel 突破200,000的 subscriber。You know what time is it? Time's up. 不用送 iPhone 12 Pro Max。老板，可是我买了哦。你买了 ？OK， 没有啦，开玩笑的啦。我们君子来的嘛，说到做到。我们延迟它，延迟到12月31号，2021年。喂，老板，1月31号是吗？你确认可以啊？可以啦，可以啦， okay. 1月31号，1月31号，所以啦啦啦，我们这个时候马上呢，从现在开始，我们每一支 YouTube 影片你都要 Like、Share， 还有 Comment， 还有记得 Hashtag MKC200K， 然后还有 Subscribe， 我们就可以了。